诚意推荐给你的是一楼樱桃不沾汤锅独家热卖品，限量抢购哦。没错没错，那么它有陶瓷涂层内锅，不沾锅底，还有耐刮以及耐磨，导热快均匀，而且不含 PFOA 和 PFOS， 安全。也太好了吧！重点是你看红色的金属外层哦，也非常的漂亮。再来的就是还有更大的一个容量，锅身轻盈，还有的是很容易就能清洗啦。是的，是的，那一楼一个价钱有四大容量啊，送你四个锅，包括呢就是26cm、24、20和18cm 的汤锅和锅盖哦。天天精彩，天天旺哦！大家好，我是星星。你好，我是安哲莹晶。是的，欢迎来到我们女人的厨房时间。Yeah!我跟你说，今天呢，只要我们这两个女人哦，如果煮的每一道菜都成功的话，我跟你说，真的不是我们两个女人厉害，而是今天的锅具超级厉害的。我跟你说，今天的锅具哦，你单单看它的外表呢，你就已经想要把它给带回家了，因为呢，它可是我们 CJ Wow Show 的明星产品之一哦。今天有的就是我们的一楼樱桃不沾汤锅。是的，它不止美之外呢，而且它还很实用。我跟你说，这些锅都是不沾锅，而且导热很快，再重点是它很漂亮啊，就可以在你的这个厨房里面呢非常做美丽的点缀，而且每个锅都有盖子哦。是的，有的就是26cm、24cm、20cm 以及18cm 的一个汤锅，再加送给大家哇，26cm 的生炒锅以及24cm 的平底锅，也就是说一口气哦六个锅子加四个锅盖给带回家，够吗？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继续看下去。是不够，我们还有赠品给你呀、啊！要送给你的就是两个不同 size 的托盘，当然你也看到在荧幕上的就是有12件叉和汤匙啊，所以你看到还有两个不同 size 的托盘，我们有两种颜色不挑色送出。没错，那当然各位朋友，今天哦整个套组那么的丰富，我跟你说只需要282令吉而已。哎，试问一下哦，282令吉哦，你自己除一下哦，有六个锅子那么多，还要加四个锅盖，也就10样主要的一个单品。哎，282你除起来，一样东西才28令吉。20线而已，对不对？真的太值得了。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锅的品牌一楼呢是来自韩国的品牌，哇，真的。重点是你看我们一开播就卖出了10套了，哇，再来大家我跟你说，它有这个外在之外哦，它的内涵也很厉害、你看，哎呦我们的这个咖喱你看来这些旧的锅子是不 是你加的这样子锅，哇，如果烧成这样的话呢，它就非常的糟糕了。是，来我们一二三一起把我们的这个水给倒下去看一下，如果呢我们把那个锅子哦煮焦了的话呢、是需要浸泡多久？来，你自己看一下，你用这个筷子你动动一下、里面的那个烧焦的弄得出吗？粘住了了，弄不出，这样刷都刷不起来。要浸泡一个3天3夜，你唱完张惠妹的那首歌、它未必也会出来啊。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哈、我直接呢往前面倒，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这个成效到底是如何。你自己看一下、一二三，哇，有吗？里面呢直接干干净净了，而且哦，你只需要怎样，就用我们的纸巾这样子轻轻的擦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到？哎，咖喱耶，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把它怎样给擦干净。真的，你看，可是你看，你看呢、如果呢，我的锅就是 Brand X， 你家里那些锅烧焦了怎么办？你看，烧焦了，然后你现在呢要去用刷子铁刷，一直刷，刷很久，它也未必刷得干净哦。没错，没错。所以各位朋友们，不要再用那么麻烦的锅子了。我们在厨房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不要忘记呢，清理的话呢，如果更加的方便的话呢，就会怎样？就会呢更加的轻而易举。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的套组、非常的丰富。首先有的是26cm 的大汤锅，24cm 的汤锅，20以及18cm， 再来还要额外呢再送给你26cm 的生炒锅，还有24cm 的平底锅。真的送你这些还不够哦，我们还要送你12件餐具，有叉跟汤匙，另外还要送你两个不同尺寸的托盘，所以真的是半卖半
送，很值得。真的，整个套组什么只需要282令吉，不到300块哦，282令吉，你把6个锅子给带回家，还有4个锅盖。哦、你看现在有那么大的一个生炒锅，对，我们的这个汤锅的一个部分哦，你有没有看到？你可以拿来煲汤。煮咖喱之外，你不要忘记，我们还可以拿来怎样炒螃蟹？ Wow, 为什么？因为它容量很大，而且呢，它里面呢有的是什么？我们不粘的涂层，所以你看，我这样子立马倒下去了，你没有发现到它是怎样很快的就受热了？真的，而且呢，你可以在里面直接炒，因为它够大了。比如说炒辣椒啊，把所有的佐料倒进去炒，重点是你放少少油，它也不会粘锅。如果你饮食习惯呢是比较少油的话，这个锅就很适合你了。真的，而且呢它导热非常的快，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的蒜米哦，一倒下去哦，它就会噼里啪啦的怎样就受热了，对不对？对，代表呢我们所煮的一个食材哦，可以呢怎样保持它们最新鲜的一个程度哦。没错没错，而且呢你看星星放下去的呢就是贝壳嘛，贝壳完全都没有在怕的啦。对，我放颗蛋，我放这个蟹啊，都可以啊，因为为什么它耐刮，这个锅的那个非常耐刮，所以不会花掉哦。是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哦在煮sauce， 对不对？它下面这里呢，完完全全就怎样，就没有再沾过的，有没有看得到？哇，厉害，对不对？是。所以大家你不要忘记是什么，今天哦，你只要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锅具哦，就算你要黏，就是炒螃蟹啊这样的硬壳类的哦，你也不用怕说，哎呀，我到底会不会弄伤我的这个锅子的一个部分？不用怕，因为呢，这个锅的内层呢，它是这个陶瓷的内层，很耐的，再加上它不沾锅，所以呢，你煮好了之后，哇，你想一下。你可以不用怎样洗耶，冲一冲这样子哦，它就干净了耶。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锅子很深嘛，对不对？不要忘记每一个锅子哦都有一个锅盖，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勾住它一下，让它整个味道都在里面。然后呢，重点是呢，它也不会溢漏出来，因为呢，它这里有一个排气孔，有看到吗？没错。哎，今天呢，不只是一个可以算是锅盖哦，而是4个汤锅都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锅盖。没错。所以大家你不要忘记哦，我们今天呢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大汤锅之余。哇，26cm， 然后还有呢24cm 的一个汤锅，你看你盖着锅盖哦，你可以跟着转啊转啊转，翻锅也可以，翻锅。哇，太棒了，我很喜欢它够深够大，所以如果你煮的分量多的话也可以用它，你知道吗？真的、欸、你自己看一下，那么丰富而且一大锅的这个螃蟹哦，你自己在家里哦就是怎样，只需要买佐料，然后呢怎样，然后呢你不要忘记了，就是什么，你看哦，我们这样子把它给倒出来了之后、没错，哎，我们呢在家里哦就是呢可以这样大事在 大吃会这样，对，就邀请呢很多的朋友呢一起去到你家里，对，然后你看我现在煮了咖喱汁，对不对？是，很恐怖哎、欸、但是你不要怕，为什么？你只要用这个布哦，或者是纸巾哦，轻轻这样子一擦。天哪，太厉害了，干干净净的，完全不用用刷子，是的，没问题、而且来我们这样子哦盖起来就好了，对对对，而且呢即使刚才我们是用煤气炉来煮，很多时候我们的锅下面会熏黑嘛，对不对？到底会不会熏黑呢？你自己看一下，下面呢还是 Kila Kila 的，好像新的一样，是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Elo 的这个品牌，那当然呢它是呢来自我们韩国的一个部分哦，没错呢，这个锅呢是的，它不只是可以用煤气炉煮，它还可以用那个电炉，也可以用那个磁波炉来煮、哦、是的，电磁炉也可以受用、看到吗？没错没错，所以代表什么，你家里如果现在你住在 apartment 的话，是用这电磁炉的话，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呢六个锅子哦都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电磁炉的上面、来我们开盖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哇你看今天如果你要煮糖水，要煮任何的糖水，你都可以用这个锅来煮哦，是，所以你看我直接把它放去前面，你其实呢因为它很美观呐、你盛盘呢直接放上餐桌也很好看，你不用再倒去另外的盘子了，是，那现在呢我们来盛盘看看，用这个一篓锅煮出来的糖水到底味道如何啦。没错，我跟你说，就算呢你看我们呢不要呢把它放进碗里面嘛，对不 对，我们用锅子呢把它给盛盘的话，你不要忘记哦、它还是可以保持着它的一个温度，那是因为呢它的受热的程度很快，所以呢它也可以呢帮我们保持着那个温度。再来，如果今天哦你老公哦比较晚回家嘛，对不 对，你已经煮好了这个可以算是糖水的话呢，对不对、你就可以呢怎样就先自己先饮用、然后饮用呢喝完了之后呢怎样感觉如何？哎，好喝，很好喝，对不对？很入味，是的、里面的那个番薯是不是也很软嫩？
嫩，对不对？对，它的绿豆也是煮得软软的、绵密的，非常棒。是的，重点是不要忘记哦，如果你老公还没有回到家的话，你还有一个盖子把它给盖着、OK？ 你的孩子啊，你的儿子啊，就可以这样继续再吃了。是不是没错，没错，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这个生盘炒锅来煮给大家看。是的，这个是生炒锅，这个生炒锅，我跟你说，我们要用送的方式送给你，而且呢，我们的材质都是一样，重点是它非常的轻盈，所以你看呢，我们就可以怎样呢？用这个生炒锅拿来炒菜的一个部分啦。没错，蒜米放下去呢，这个不粘锅的锅很好。平时你用普通锅啊，如果你油放太少，蒜米一下去火太大，它就烧焦了，你知道吗？又粘粘这样子。而且你看，现在星星哦，只放了一点点的油而已，你有没有发现到？代表呢，哎，我们已经卖出了20套了，谢谢大家。重点你不要忘记哦，你看我们只用了一点点的一个油，所以怎样就可以呢，把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我们的锅子啊，都煮得非常的漂亮的。没错，哇，你看星星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哇，还可以翻的嘞，有练过啊。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灯笼浆放下去，哇，非常漂亮。真的，而且我跟你说、okay. 因为它锅子够轻盈、hey. 所以你看星星这样子翻哦，是很容易翻的。是，你看它瘦瘦哦，竟然翻得那么轻松，你就知道它有多轻了哈。真的、hey. 而且重点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哦，就是今天哦，只要你家里有一个好的一个锅子哦、你怎样你就可以呢煮得非常的得心应手。没错，然后呢现在很多的 recipe 哦，其实我们都会上网去找，对不对？对对对啊，你要吃得更加健康，你就一定要少油、少盐、少糖。像我们刚才只放了一点点的一个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还是可以煮出很美味的一个佳肴。而且我跟你讲很香，哎，看星星一炒那个味道喷上来， 哇那个感觉是非常棒的。真的，而且大家你看这样子一下子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就怎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呢美味佳肴已经煮好了，你就直接这样子往前面去盛盘。是的，哇，真的是太漂亮了，而且这个锅也很漂亮，你看它红色的点缀着你的厨房，哎，所以你的厨房呢不会有一堆那种底黑黑的锅啊，看到很肮脏这样子哦。没错没错，你看多么的新鲜，而且多么的健康的一道美食。再来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得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呢还有剩嘛，对不对？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盖子呢，也是可以呢给你把它给盖上。最主要是我觉得你看我们锅子的旁边哦，也只需要这样子轻轻一擦，你就可以发现到超级无敌干净的。天哪，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我们煮饭已经很累了，你知道吗？然后还要洗锅就更累。不过今天一楼这个不用你那么累，省时省力啊。是的，你自己看一下，很多人呢就怎样称赞了我们的这个锅子哦、首先你自己看一下哦，他有想说他买了这个锅子呢他很喜欢、然后再来呢就是什么，就是 good quality 的 product。 哇 perfect， 哇，天哪，5颗星啊，他说他很喜欢，非常到，而且呢3天就到了，非常的棒哦。是的，所以大家你不要忘记哦，只要你现在呢下单了之后呢3到5天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专门的这个呢送货员送到你家门口，然后呢是不用付任何的运输费，你再准备现金282令吉也就搞定了。对，西马的朋友是不用付运输费的、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表演他如何不粘锅啊，这个也是要送给你的一个平底炒锅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 cheese 来试一试到底它不粘锅的神奇力量有多厉害。 cheese 很黏腻的，真的，有时候锅你要用热，你用锅用热是不可能的，家里那些锅、因为 cheese 会连着你的锅，你知道吗？是的，可是今天如果你用这个 Elo Cherry Pot 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到这个 cheese。 你看我只是轻轻的用面包把它涂上来，哇，干干净净耶，完全不沾耶，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呢你看我面包上面的 cheese 我真的很想咬下去，可以直接吃耶。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就连 cheese 哦那么黏腻的一个东西哦，你看放下去我们的锅子哦，它都怎样它都不会呢沾黏，所以代表什么？我们煎的这个锅子哦，哎，它有一个陶瓷的一个涂层，对，就是可以呢更方便的让我们煮出美味佳肴。想不想要获得？想要获得的话，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cjwowshop.com.ly 去抢购喽，更加的便宜哦。cjwowshop 新春大促销，今天呢、有的就是呢我们一楼樱桃不沾汤锅，你看一下，现在哦只卖282令吉而已，太便宜了啦！那么多个锅才282，而且。
且呢，我们今天赠送好礼啊，要送给你的呢就是两个这个炒锅，一个是26cm， 一个是24cm， 另外再特别加送2件套的15托盘以及12件的餐具组合。哇，好多东西哦，还要再送给大家呢 KFC 的时令锦鲤券哦，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等待了。是的，是的，一篓樱桃不沾汤锅，煮的健康，家人也吃得更健康。立即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浏览官方网站 cjworkshop.com.my。来问一下大家，现在哦，你去市场上哦要买锅子的话，我跟你说，就是黑妈妈的锅子，对，你看了整个人的心情哦也会不开心，对不对？下去有没有？对呀，你煮出来的东西哦，你的脸哦也是一样会黑黑噜噜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它不是黑色就是银色，不是银色就是黑色。不过今天我们的 Yellow Cherry Bomb 呢，哇，有很亮丽又很活泼的红色哎。是的，你自己想看一下，如果这一套锅具哦在你家的厨房的话，哇，哎，你只要一踏进厨房，你就有一个很愉悦的一个心情，是，那自然而然的，你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更加的美味呢？哎，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话，今天让你看到我们节目，是不是有发现你的老婆平时煮饭呢、啊？那个水准有时好，有时坏，有时好，有时坏，你就可以买回去给他这一套，让他开开心心每天煮到很好吃的食物给你。真的，你自己看一下，我们就用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个蛋皮来做一个示范。对，你有没有发现到每一次哦，一般的这个锅具哦，当我们在煮蛋皮的时候呢，它都怎样？不可以像 Roti Blanda 这样子整片美美的。哎，对不对？对，那是因为他们沾锅子。是，但是你看我们一篓樱桃不沾汤锅，因为呢它有的是陶瓷的一个涂层内锅，对，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蛋皮哦漂漂亮亮美美的翻过来，之余哦，就算我们今天煮酱汁的一个部分不小心煮焦掉了，哎，只要用纸巾这样子一擦就干净了耶。是，你看如果你今天要煮酱汁，有一些酱汁比较浓稠嘛，对不对？如果你煮浓汤这种浓的酱汁的话呢，很多锅都会沾的，然后你就浪费一大层在下面。可是今天一漏呢就不会让你浪费，而且呢你看它煮米饭呢也是干干净净的，一粒米都没有浪费啊。真的，我跟你说它是明星产品哦，绝对不为过。你看到我们家阿哥吗？对，我们家阿哥最喜欢用我们一漏樱桃不沾汤锅的。而且你看哦，我们阿哥哦他用的是那个炉哦，是那种大厨的那种炉子哦。对呀，我们这个一漏樱桃不沾汤锅也完全没有在害怕的。真的，而且你看我们用的就是呢20cm 的这个锅子，哎，我们已经卖出了28套了，大家加油加油！因为今天存货真的有限，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呢的这个 free gift 也实在是太多了，你看，真的有4个不一样的一个汤锅之外哦，还要再送给大家多2个，一个生炒锅，一个平底锅，然后呢，还有的就是4个不一样的一个锅盖，有没有看得到？对，这里一共有8件组咯，8件套的东西加锅盖 ，OK？ 嗯，我们额外呢再送给你26cm 的生炒锅，可以拿来炒菜啦。对，小醋啦，还有24cm 的平底锅可以拿来煎蛋，之余还要再送，哇，再送你12件的这个叉和汤匙的套组啊，所以真的太值得了啦。这个不止哦，我们还要送你2个不同 size 的食物托盘，所以送了又送。还有这个也是不够的，我们要跟你说，今天 CJ Wow Show 清仓大促销，现在只卖288令吉，存货有限。是的，没错，只需要282令吉，我们一共有的是6个锅子加4个锅盖，没错，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产品。但是大家282你除以10，一样东西才28令吉，20鲜哎！你自己问看一下，你外面的不粘锅，你买得到这个价格吗？肯定买不到，对不对？而且那个颜色又是樱桃色，你看已经卖出了35套了，加油加油！我跟你说，我们的电话一直持续的在战线当中。星星教你们一个方式，上网抢购更加的便宜，为什么？因为呢，你可以获得58鲜的WOW购物积分呢。这个购物积分，下次购买的话可以换钱，你下次的东西买得更便宜。哇，太好了吧！而且非常的容易，非常的简单，哎，你只需要进到我们的网站 cjworkshop.com.my， 你就可以看得到。没错，就是6个锅子，再加4个锅盖，还要再加我们2个大的食物托盘，以及呢我们的这个12件套的一个餐具。哎，整个套组282令吉，看到那个红色按钮的 buy now 吗？来，赶紧按。
放下去。哎，不用想了啦。而且我觉得呢，这个套组它非常的好看，而且大方大气。所以如果你最近呢有朋友要搬家或者是生日啊，你就把它先买下，然后迟一点等当送这个生日礼物，又或者是入伙礼送给他们啦。是的，而且呢，它完全的不含 PFOA， 也完全不含 PFOS， 所以呢，买的放心之余呢，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得更加的安心，以及更加的健康哦。没错，所以各位主妇们，各位精明的女人们，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cjwowshop.com.ny 抢购吧。CJ Wowshop 隆重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Elo 的这个樱桃不沾汤锅，它呢可是独家的热卖品哦，重点是限量抢购哦。没错没错，它这个陶瓷的涂层内锅，不粘锅底，耐刮耐磨，导热快均匀，而且不含 PFOA 和 PFOS， 安全。再来的就是有红色的金属涂层外锅，你看更大的一个容量。对，然后呢，它在锅身轻盈，容易清洗之余呢，哎，不容易刮花嘞。对，太厉害了。而且呢，一个价钱让你有四大容量，四个不同的锅，包括26、24、20和18 cm 的汤锅和锅盖。有没有看得到这个锅子呢多么的轻盈，所以代表什么？女人们，你在厨房炒菜也好，煮咖喱鸡也好，哎，不是在念哑铃嘞，对不对？看这么轻盈，所以呢代表什么？我们今天呢品质保证之余呢，也可以让大家呢得心应手，很好的来煮出一道美味佳肴。重点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看它里面的一个陶瓷涂层，哎，你知道吗？陶瓷涂层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不粘。哎，我们已经卖出了40套了，各位朋友加油加油！你自己想看一下 ，ketchup 和番茄酱是最黏腻的，对。但是你自己看一下，哦，好像在溜冰这样，有没有？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用锅来煮三巴或者煮一些酱啊，你就不用担心黏到整个锅都是，然后洗很麻烦了。你看，用我们的 Elo Cherry Pot 呢，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煮出一道美味佳肴了。是的，而且你看，它是直接这样子，你一刀就出来了。哦、你看多么的干净。然后之后呢，你只需要用呢我们的这个纸巾啊，还是湿布啊，这样子轻轻一擦一下呢，就搞定了。哇，所以很利落、啊。你看，这样子煮了之后，我直接去煮第二道菜就可以了，也不用过水、哦。是的，对不对？而且重点是呢，刚才我们用大火，有没有发现到它完完全全就没有呢烧焦的一个痕迹？而且你看到吗？一楼的这个品牌哦 ，Korea， 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Yeah. 它可是韩国各位我们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一些欧尼欧尼欧尼们非常爱用的一个品牌。对对对，我们叫欧尼呢，都是喜欢扮美美很时尚的嘛，所以他们的锅具也要很美很时尚。没错， hey. 重点是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呢， okay. 我们就有两个锅子，这个锅子呢，应该就是你家的一种，可以算是呢非常非常传统的锅子。对，然后呢，妈妈都把它当成是宝，但是你知道吗，妈妈，你看你的宝哦，烧焦了之后，你倒水下去，你有没有发现到？哎，我的天哪，为什么？就是呢，每一次呢，我们的这个锅子哦，煮成这样的时候，我已经把水泡在里面了，它还是怎样？就是完完全全不会掉落。哎、那是因为它里面哦没有使用这个不粘的涂层，所以你看，你煮焦了之后，你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怎样？去呢？可以算是去擦干净啊，用那铁刷，哎呦，很麻烦，很劳累啦。你看，粘到这样子，我看要刷个15-20分钟。可能都不会掉哦。是的，而且呢，如果呢你自己用铁刷去刷它的话呢，我跟你说，你会刮花你的锅具之余呢，哎，里面的这个呢可以算是化学物质哦，也会怎样被弄出来。对，你看，如果今天你用我们一乐锅的话呢，我看浇了过后呢，直接放下去用水这样子，它就整个。干净了，对不对？而且你看我们里面的那个污渍哦，是一整片哦，就这样子掉出来的。对，所以大家你自己想想看，你家里哦，是不是每次呢，你再可以算是呢，哦，清理的时候呢，都是会非常烦恼的。没错。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哦，只需要呢，用我们的这个锅子哦，用纸巾这样子轻轻一擦。哇，所有的肮脏就被擦在我们的这个纸巾上面了。对，所以清理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的。是，来来来，接着下来，我跟你说，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不一样的一个汤锅的尺寸。现在这个汤锅尺寸是24cm，它最容易、最方便拿来煮什么呢？你看，可以拿来煮我们的 pasta。喂，没错，而且呢，你煮了这个面条过后呢，你是不是要煮酱汁？是。那酱汁呢，你也可以用我们这个一楼的锅来煮哦。是的，这里呢有的就是20cm 的这个呢，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个汤锅的一个部分。你看，你就可以呢来爆香你的蒜米。而且呢，今天如果呢你一个人呢、或者是两个人在家里啊，你不想开大锅，对不对？对。开大锅很浪费时间，是，然后呢就要让它受热的一个程度呢更加的久，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就可以哦自己这样子煮两人份，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这些海鲜呢、都给放下去。没错没错，而且呢你看现在星空棒放的是这个 muscle 和有那种贝壳的这个底的，是也不怕这个锅会刮花哦，因为它有陶瓷的涂层，不止不粘锅，而且也耐刮。而且你看我这样子转啊转啊转的，你有没有看得到我们里面的这个虾子哦，全部都在这样滑溜冰的感觉。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会粘锅，你有没有看到？没错，所以你煮出来的呢一滴汁都不会浪费，不会全部粘在下面然后浪费食物了。没错，再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把我们这边煮好的这个面条怎么样、就放过来我们的这个小锅的一个部分啦。没错，放下去呢你捞一捞，然后其实你可以直接用这个一楼的锅盛盘带餐桌。为什么？因为它美观，不会黑黑这样子。是的，没错。而且重点是哦，你看我们在炒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呢，我们最怕就是什么，它会焦底，对不对？对。但是你看我这样子哦，轻轻的炒一炒，有没有发现到它里面的这个可以算是底部哦，完完全全就没有在焦底的，所以代表什么？哎，今天哦，你真的煮每一道菜哦，都是99.9%哦是成功的，我告诉你。所以我们已经卖出了45套，谢谢大家。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厨艺呢普普通通的话，一楼锅可以帮你的厨艺立刻提升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不同 size 的这个锅，分别是26cm 还有24cm。那这个星星用着的呢，就是这个24cm 的锅啦，哈。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套组哦，有的就是什么，我们的最大的锅子26、24，然后再来呢，还有的是呢，我们的这个20以及18。除此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是什么？我们的两个呢，可以算是一个仙草锅，一个平底锅嘛，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些还不够哦，我们还要送你其他的赠品，包括这个2个 size 托盘以及12件的汤匙和叉。你看，就这样子，你会觉得非常浪漫的一个意式晚餐就准备在你面前了。有多久没有好好跟你老公一起罗曼蒂克吃一个？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个烛光晚餐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跟你说，就是呢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一点小浪漫的这个时刻，是的，很暖，有没有？特地为它而煮啊。是的，我们已经卖出50套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加油加油。我跟你说还没有结束，请继续看下去。嗨，哇，那么大的一个锅子，它可是我们最大容量的一个26cm 的一个汤锅。这个汤锅呢，你就可以拿来煮什么？煮我们的这个汤啦，对，煮咖喱鸡啦，就是一整锅 soup 的这个概念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汤锅里头。对，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你看星星哦，它在冒着烟的哦，我的手这样放下去，完完全全就不烫。为什么？因为它是防烫手柄来的，是，所以大家它很方便，而且呢，每一个锅子都有一个锅盖，你看。它现在呢在滚着，哎，哔哩啵啦的滚着，所以代表什么？我们的这个锅子哦，除了可以放在煤气炉上面，它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电磁炉上面啦。是的，对对，你看它不只可以滚汤，你要焖猪肉啊，或者是什么那些猪脚醋啊、猪脚蛋啊，都可以用它来焖，因为它可以很大一锅。真的，而且那么大一大锅，你家里是没有大碗工，没有关系，我跟你说，你直接盛盘。放去你家的这个呢桌子上面就可以了。你自己看一下里面哦，真的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耶。真的，像是什么，我们可以煮一整锅 soup 的这个冬菇鸡脚啦，对，还是冬菇鸡啦等等的，对不对？你吃不完哦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你可以直接用盖子这样子再把它给盖上就好了。是，你看一下今天的套组，有的就是26cm 的汤锅，24cm 20cm 以及18cm 的汤锅加锅盖，而且呢价钱只是282令吉，独家只在 CJ Wow Show。 我跟你讲，外面你是找不到这么漂亮然后又不粘锅的锅的啦。还有很夸张，买4个汤锅还要再送
给你26cm 的生炒锅，以及24cm 的这个平底锅，还要再送哦，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呢，我们的二件套的餐具，对，以及我们两个食物那个托盘，对，不同 size， 而且我们不挑色送出，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我们时令级的 KFC voucher， 买了锅就可以带家人去吃 KFC 了，很夸张哎，你自己看一下，来跟星星算一下哦，1、2、3、4、5、6。六个锅子，再加4个锅盖，还有前面的 free gift 多少钱？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眨眼，那么多那么丰富的一个套子，我跟你说，只需要一口价，那就是282令吉而已耶！你自己想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售价、可是需要呢299令吉，但是现在立马又在帮你节省了。我跟你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啊，已经卖到要疯掉了，很多人都在抢了。但是今天的你们是最幸运的，只需要282令吉而已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哦有6个锅子，再加4个锅盖，然后再来的就是这个锅子哦，除了可以用在煤气炉上面，也可以用在电磁炉上面。是是是，而且呢，可能很多安迪啊，你想找一些比较小的、比较浅的平底锅，没有对不对？不用紧，今天我们送给你这一个24cm 的平底锅，所以呢，它很方便。煎蛋啊，又或者是弄烧面包啊，可是如果你嫌24太小的话，不用紧，我们有大一点的26，同样呢它不粘锅不喷油，所以你不放油都可以烘面包啊煎鸡蛋的。是的，讲到那么多，重点是你们一定要拿出你们的行动，要做出你们的行动，只需要呢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cjworkshop.com.ny 把我们煎的一篓樱桃不粘汤锅给带回家吧。今天汪秀今天成隆重呢推荐给你的是一篓樱桃不粘汤锅，一个价钱有4个不一样的容量哦，你看26cm、20cm、24cm 以及18cm 的汤锅加锅盖，没错没错，而且呢我们还要赠送你很多赠品，包括了一个26cm 的生炒锅，一个24cm 的平底锅，另外还特别加送2件套的大托盘，还有12件的餐具套组。真的，再来的就是你看 CJ 汪秀清仓大促销啊，各位朋友，我们那么多的一个锅具只需要282令吉，你平均除下来一个才28令吉20仙而已，所以存货非常的有限。是的，我们还要送给你的就是 KFC 的10令吉礼券，一消费就可以获得，也是 CJ Workshop 的真诚献礼。真的想要煮得健康吗？让你的家人吃得更加的健康吗？现在就赶快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CJWorkshop.com.ny 抢购吧。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套组，它可是我们 CJ Wow Show 的明星产品，已经创下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呢销售量，而且很多朋友都是买了又再买，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那么多的一个锅具哦，一共有6个不一样的一个汤锅，对，再给你2个不一样 size 的一个炒锅，有26cm 的生炒锅啦，你可以拿来炒菜啦，煮冬菇鸡脚啦，或者是呢你有我这个24cm 的这个平底锅，你可以拿来煎蛋，所以大家你不要忘记，整个套组只需要282令吉，重点是你看之前 sold out 过，但是你帮我看一下那个价钱多少钱，299令吉 sold out， 对，但是今天的卖价多少？今天只卖282令吉，也就是说还便宜个17令吉耶。是的，所以呢很多人就会问说 when restock 啦，然后呢就是问说到底几时呢还会补货等等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大家都是给5星的啊， very satisfied 啦，然后再来什么I love this pot set， 有没有看得到？没错。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哇，哇，那洋墙的，因为真的很漂亮。是的。你在外面你买锅子，你真的找不到樱桃色的。是，我们现在呢还剩13分钟啊！你要的话，有兴趣的话，不要想了，赶快抢！我们已经卖出80套了，你看，记得是存货有限哦，可能抢完了你以后都找不到了。是的，来听星星的，为什么今天你一定要抢购一篓樱桃不粘汤锅？一，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每次待在厨房的时间很长很久，对，那是因为呢你的锅子哦每次会怎样烧焦，烧焦了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哦又在那边刷锅子啦，还是想说你煮的那个菜肴哦就会有臭黑搭的一个味道，然后你老公你家的孩子就会开始嫌弃，对不对？二，你不要忘记今天的这个锅子哦一应俱全，对，你只要哦今天带回家，你要汤锅有汤锅，你要生炒锅我们也有生炒锅，重点是价格三
只需要282令吉，你可以把一个套组6个锅子加4个锅盖给带回去，也就是说10样主要的一个产品只需要282令吉，你除下来，哎，一样东西才28令吉20仙，你去外面随便买一个杂巴浪的一个窝。一个黑黑的那种窝头，都已经是要超过50令吉了。是啊，但是今天28令吉20仙，你带回去的是来自韩国一楼的一个品牌，而且还有陶瓷的不粘内层。是的，那么好的东西找不到了啦，只在 CJ Wow Show。我跟你讲，这一套锅呢，只在 CJ Wow Show 有的卖哦，你在外面要找是找不到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有那么多赠品要送出去，所以你不下手，你要等什么时候呢？再加上。上啊！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在找，因为已经卖到断货。今天很难得我们又进货了，所以要的话赶快下手。是的，所以你看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不粘的一个涂层嘛，你直接也可以拿这个锅子拿来煲饭，而且哦是这样一粒米饭都不会浪费掉的那一种。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超级套组，赶快把我们的这个一楼樱桃不粘汤锅给带回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cjwowshop.com.my。抢购吧！今天汪秀隆重推荐给你的是一楼樱桃不粘汤锅，它可是我们家独家的一个热卖品，重点是限量抢购哦。是的，是的，而且呢，它陶瓷的涂层内锅呢，它不粘锅底，耐刮耐磨，导热快均匀，而且不含 TFOA 和 TFOS。是的，再来的就是你看，它有的红色金属的一个涂层外锅，一更大的一个容量，二锅身轻盈，三容易清洗，四我跟你说，你的心情会变好。真的，因为它可以点缀你的厨房，而且让你的厨房非常漂亮的。另外呢，我们一个价格4大容量，分别呢就有26、24、20和18cm 的这一个汤锅和这个锅盖啦。哎，还没有结束哦，因为呢还要额外呢再赠送给大家的生炒锅以及平底锅嘛，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啦。哎。今天除了有锅子之外呢，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哦，真的是非常的好用。你自己看一下，这样大的一个托盘哦，你在外面买也要10几令吉。但是今天我们用送的方式送给你，有托盘，还有在有这个盖子的一个部分。重点是不是送你一个哦，而是一口气送你2个那么多。那当然你会问我说啊，那里面哦它的容量多少？你看可以放下。3只圆圆满满的鸡，有没有看得到？现在呢，我们就要尝试挑战一下，把我们的这个鸡呢放进来我们26cm 的大汤锅里面。没错，你们觉得放得到吗？哎，我们就来试试放这个中型的鸡到底可以放多少只。来，放进了3只喽，再来4，哇，5，还有6，哇！而且我跟你说，盖子也盖得下去，你看看。天哪！所以呢，它可以放6只中型的鸡耶，有多大？非常大，很厉害，对不对？它的容量。所以大家你不要忘记了，你看、我们有那么大的容量，就是可以让你好好来煮汤啦，煮咖喱鸡啦。再来的就是，哎，就是它滚哦，也不会溢漏出来，你看到吗？里面在滚着，不在滚着。对。但是我们的这个锅子完完全全就没有溢漏的一个可以算是情况出现。再来是它可以用在煤气炉上面，也可以用在哪里？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电磁炉上面。对，而且电炉也可以用，因为它的锅底呢是特别设计的，所以你家里如果是用电磁炉的话，你不用怕不能煮啦。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哦，哇，里面的料哦真的是十足的料，对不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然后呢，你看里面的那个鱼头哦，也可以煮到那么的软嫩入味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哦，你想要自己在家煮这个咖喱鱼头的话呢，我跟你说，你真的就缺一个大的锅子。对，而且哦，你煮好了锅子。家里没有那么大的碗盅，对不对？不用担心，你看我们直接这样子盛盘就可以了。是的，这几乎是可以煮给整村人吃了啦。那么大锅呢，它特别适合煮汤啊，又或者是你喜欢焖猪脚啊，又或者是那些猪脚醋啊、猪脚卤蛋等等，都非常适合。没错，而且再来的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哦，今天我们除了呢有汤锅之外，要送给你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生炒锅以及平底锅。这个平底锅呢是我们的这个
20cm 的平底锅，18cm 的平底锅。对，重点是呢，有没有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手柄哦，它是符合人体工学的，所以呢，当我们在抛锅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更加的一个舒服。重点是它里面的这个涂层，有没有看得到？是陶瓷涂层，所以呢，当我们在煮比较黏腻的东西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发现到？哎，一点都不粘呢。是，所以你看它特别适合煮那些酱汁啊、三宝啊，比如说你要炒一些比较浓稠的东西，你就不用担心全部粘在锅底了。没错，而且你看全部往下滑，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呢如果要怎样要洗锅子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它是直接这样子，就这样子倒出来了耶，你自己看一下。没错，然后呢，你只需要用我们的这个纸巾这样子轻轻一擦一下，哇，干干净净，吉拉吉拉，哎呀，简直就不用洗了啦！是不是省油之余，你省下的是你的时间啊，各位朋友，省下时间就是省下你的青春，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要去煲剧也可以，你要去刷 Facebook 都可以，去陪你家的老公跟孩子，好不好？来，我们直接呢，你看，如果呢，我们现在用的是怎样？我们的这个呢，普通的一个锅子，对，你会发现到，哎呀，怎么焦掉了，对不对？对，星星那个是普通锅子，我这边呢就是 Elo Cherry Pot 啦。来，我们看它到底哪一个是粘锅不粘锅的哈。是的，来煮焦掉的锅子，你一定会泡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泡了水之后啊，你看、我这样子用力去刮它、刮它、刮它，它还是怎样，完全无动于衷。那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你至少 at least 要泡个3天，它才会脱落。是的，可是如果你是用我们的这个 Cherry Elo Pot 的话，我只要倒水哦，然后我什么都不做，我就直接这样子倒出来，它整块掉出来，完全是不用刷的哈。那我再倒干净一点点，然后呢，再用这个来把它抹干净。你看，轻轻的抹一抹，就非常的干净了，完全是不粘锅的，看到吗？是的，来再来，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就是我们的锅子呢，非常非常容易清洗，所以代表什么？我们可以省下了很多的一个时间，对不对？如果你家里还在使用这个锅子，你看我刚刚已经浸泡了一段时间哦，让 Angel 先说完话，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倒出来哦，它还是一样，完全就没有再脱落的。这样的锅子你还要用多久？你知道吗？这些烧焦的东西你吃进去你肚子里头哦，全部都是危害你身体健康的一个物质来的，不要再用这个锅子了，拜托你，拜托你，90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那另外呢，其实如果我们要用其他送给你的这个身体过来炒东西的话呢，它也是可以的。你看，是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套组呢有些什么。首先呢，有的就是呢26cm、24cm、20cm， 还有18cm 的汤锅加锅盖。哎，没错。那另外呢，价钱只是282令吉，独家只在喜酒WOW Show。而且呢，我们还要免费赠送给你26cm 的生炒锅，还有24cm 的平底锅。哇，还不够，还要呢额外再送给大家呢，可以算是呢我们12件套的这个叉匙的餐具套组。没错，还有的就是2个超级无敌大的食物托盘加那个盖子的部分啦。没错没错。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食物托盘要送给你，我们还要送给你10令吉的 KFC voucher， 所以你可以带一家大小去吃啦。是的，你自己看一下哦。其实很多朋友啊都买过我们的这个 Elo Cherry Pot， 但是他们之前买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299令吉是 sold out 的一个情况下。Dear sir, when the stock is coming back? Hi everybody， 我们今天的 stock 呢，就是隆重的回到我们 CJ Wow Shop 的现场。而且你看，很多朋友都会问 when restock 啦，几时又会补货啦，然后呢 very satisfied, it worked perfectly， 就是呢它非常非常的棒。重点是大家你不要忘记，今天有汤锅之余哦，还有2个可以算是生炒锅以及平底锅的一个部分。你看，没错，现在啊，星星就要用这个来炒我们蒜米的一个部分。哇，你看这爆香呢，其实如果呢有时候我们爆蒜米的时候啊，油放太少它就会粘着锅底嘛，可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是不粘锅底的，你喜欢放少油一点，少吃油都可以哦。是的，而且大家你不要忘记是什么，你看我们今天只放了一点点的油，如果你要加多一点点的油可以吗？可以，你看只需要一点点而已哦，对不对？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要炒的是辣辣的一个部分。哎呦，炒辣辣你最怕就是什么，弄坏你的锅嘛，对不对？可是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个陶瓷的涂层呢，它不容易花，很耐刮，真的。而且再来问一下大家，你外面吃喇喇的一个锅子哦，你吃一个喇喇需要多少钱？一盘喇喇
是不是需要呢？整20多令及30令都要。但是你看今天，哎呦，我们的这个锅子哦是怎样，非常非常的好的。而且大家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可以刨锅，为什么？那是因为呢，它是呢20大20cm 的这个锅子，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哇，我们这样子刨锅的时候呢，就是怎样特别的容易，对不对？哇，那个火候非常的厉害啊！你看这些火呢，不知道烧到这个锅的外层会变成怎么样？对呀、啊，刚刚起火有烧到外面的外层，对不对？对。到底会不会烧焦呢？我跟你说，里面哦完完全全就没有在焦底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它有的是我们陶瓷的这个呢涂层，所以各位朋友，你看，就算我要连炒喇喇都好，它都是可以怎样，非常非常的一个方便哦。没错没错，现在盛盘，哇，很快速的就可以炒出一盘很美味的喇喇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导热也是非常快的。是的。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刚才呢就炒了嘛，完全不粘锅，只需要轻轻抹一抹，所有的这些污渍都可以抹掉了。重点是我只需要用一缸纸巾，一张纸巾一抹就干净了，对不对？前面漂漂亮亮，后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哇，也是一样漂漂亮亮，真的 ，Elo Korea 的这个品牌真的超级无敌赞，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了，因为你看它的锅身很轻，所以为什么刚刚星星可以呢做抛锅的一个动作？那就是因为呢它有呢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握柄，所以呢你在抛起锅来哦是非常的轻而易举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套组，可是有呢4个汤锅，再加多少？我们2个呢，一个平底锅，一个生炒锅，还有呢4个不一样的一个锅盖之余，没错，我们还要送给你的就是这个12件组的这个叉和汤匙以及2个托盘。是的，再来的就是哦，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整个套组你真的没有听错，只需要282令吉而已。也就是说什么？哎，你看单单哦，我们的这个6个锅子再加4个锅盖，10样单品哈、哦，是你除282。哎，一样东西才28令吉20仙而已。对，所以大家今天28令吉20仙，你带回去的是很漂亮的一个一楼樱桃不粘汤锅。对，它来自于韩国。再来，它有的是非常好用的这个呢陶瓷涂层。星星煮过那么多次，我还是很爱使用这个樱桃不粘汤锅。为什么？因为它的不粘的程度真的超级无敌好。对。所以呢，我煮任何一道菜哦，99.9%哦都是成功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是很繁忙的这些职业女性的话，你就把它买回去帮你省时省力吧，因为呢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在清理它，又漂亮。是的，你看额外呢还要再送给你哦，是26件的生炒锅，这个生炒锅我妈最爱用，可以拿来炒菜啦，来炒喇喇啦，对不对？还有24件的平底锅可以拿来煎蛋啦。对，煎蛋呢你还可以拿来空面包。另外我们要送给你的呢就是我们的12件组的餐具以及2个托盘。没错，还要再送给你10令吉的 KFC voucher， 重点是送完为止，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今天的套组整个价钱只需要282令吉而已，清仓大促销，存货有限，赶快，存货有限，动作一定要快。没错，而且呢 ，CJ Wowshow 真诚献礼啊！现在你购买的话，我们会送给你10令吉的 KFC 购物礼券。是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真的是你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请听我说，把待在厨房的时间减短缩短，让你们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像是呢去陪你老公陪你孩子，已经卖出了100套，太厉害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来，大家不要忘记哦，今天哦这个一楼的樱桃不粘汤锅就是可以怎样，可以呢让你的家里点缀一下。来问一下各位妈妈各位爸爸们，你家的厨房是不是缺一点点颜色的感觉？对，好像你走进厨房啊都是黑妈妈的这个锅具，对不对？是。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锅具可是 bling bling 的这个樱桃色，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的一楼樱桃不粘汤锅，6个锅子4个锅盖，只需要282令吉而已。是，不要等了，赶快拨到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上网到 CJWOWSHOP.COM.NY 购买了。今天谢谢大家，天天精彩，天天旺。